觉到世界正在崩塌，躲藏在角落没人觉察，我需要哭多久才能恢复力气说出想说的话，都被融化。对错有太多种说法，明明那么简单却不能回答，时钟在喧哗提醒时间正在变化，能否让寂寞变得很优雅，落单的恋人不应该再去害怕，痛无法自拔我也不会再挣扎，这样好吗？对错有太多种说法，明明那么简单却不能回答，时钟在喧哗提醒时间正在变化，能否让寂寞去